一摊一摊看，不断重复口罩戴好。新北市长侯友宜年节前看防疫，还抛出新北市校园疫苗护照，但前一天陈时中却不同调，认为不宜强制限制自由。因为孩子一旦染疫，学校不但停班，甚至全校都停课，这影响大。以前餐饮业没有要实施这样一个方式的，我们最主要是以最容易感染的高风险、最弱势的族群。其实这所谓的疫苗护照，新北市指的就是小黄卡。隔壁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也有志一同，认为疫苗护照势在必行，但要更进一步放宽。在这种两种条件下，在国内可以被认为是安全，相对安全。那这种人也许他就可以去，比方说去运动不用戴口罩啦，然后去餐厅吃饭不用这样。就可以敬酒了。运动不用戴口罩，餐厅可敬酒。问题是要怎么查？毕竟也不是没发生过店员要求戴口罩就发生冲突的事件。现在假如还要看疫苗护照，就是会觉得没那么方便。对啊。店家啊，查器上会有点麻烦。会啊，会觉得麻烦。你既然要做，就是要落实啊，对不对？那不要做半套啊！疫苗护照全球很多国家做，但要搬到国内，似乎也不是复制贴上这样简单。TVBS 吴奎李祖和台北新北采访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